硬当。可是真的是太可惜，你到后面如果摸到的话，哇，都没有人有。已经过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大古我摸四次哎。没有。今天何止啊？妈妈这个位置摸三次，早上摸五次啊。妈妈这个位置摸三次哎。怎么那么好摸啊？我在这边打麻将从来没这么好玩过哎。哦。从来不加二一鬼。我们打麻将这么久了没有？第一次将军，很少看到将军的都是自摸哎。嗯。今天自摸频率很高。三桶嘛，碰会着。你甲当时碰八条，我哪拢唔知啊。我会穿我，今仔走。你看，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样。我以为你要按落去啊。没有啦。起来。哎呀，无对。碰。无起来。哎，你们都吃成这样，只有我。你也单放钱得了。放晒。哦，等一下，阿碰，二条阿碰，好喝，阿喝，哎，您说伊啊，您，我想讲我碰碰碰，碰这支起来听怪啦，但是大鼓打那一支哦，我就知道他听什么，哦，有可能听一万，也有可能听四，绝对是一万啊，不可能是三万，不可能，也有可能啊，哎，碰怪啦，结果是大牌。不可能啊，一定的啦！但我又咋的那么危险？对，大鼓比较单纯。对呀、啊，他很单纯的。摸这只啊？没有啊，不是。单纯。我在多少摸这只单纯男女。他绝对不会听这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太远。你在废话吗？没啦，没啦。这帮电话嘛拎啊。来，哦，大鼓这个方这牌型哦，最容易放枪了。你看我就爽嘛，摸到是碰我还故意拿出来给他看。还好你有牌，不然你没有牌。结果大鼓换一万，你还敢打？其实我要打。不可能啊、我这边就是。好，奶油开个球。碰！你碰起夹无？那个碰会掉。我原本要摸那只彩天的呢。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记，绝对无当无记啦。这里啊。啊，你那差一只，人家单掉哎。哦，你摸啊，你摸啊。你要换了。我刚才做了一件很蠢的事，结果你看到人家那里。哇！我摸这个上来，就不知道自己要干。这个也是单摸一。对呀、啊。干得歪。那你开花也厉害。哎呀，你安尼，我都比我主播嘛厉害，我嘛灵啊。又不会啦，那开的真正太厉害。一定是刚到我的。没有了。嗯。那你就不知道我听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！这样很刺激呀、啊。大声音啊！就不会是听这一支。我看你，我刚才把这留下来。那是你打他才会打，不然他不可能。又要换的。对。好了，要坚持看啊。要换哈。八换。哦。你打了。二饼。这个你也刚打。嗯。哎呦，你敢。摸上来的，哎，这没有了，这边啊，好，西帮他打外卡，不要紧，好，让他碰，刷下去，
杠哦，杠哦。几杠啊？小杠。一，一，我这边有一二三三杠。这样一杠就合了哦。不是 M 吗？三杠九哦。啊？三杠九。对，六条、哦。是哦。嗯。碰碰虎。哎呦！我嘛碰碰舞，好我当得啊，拢故意，我无咧故意。我想讲你应该发，叫你这样发。我当一支鸟，我一定让我当的啊！你看还有还有啊！真的欸、来，来，好。我刚刚在想说你应该会打六，结果还真的打。站长，你洗澡没有？没。那不赶快洗，要我们全部人都来提个洗。也对啊。看一下赖。赖。妈妈，妈妈又没有擦，她不是到房间吗？哦，没有。妈妈没有，她只会在那边洗。我在房间没啊。啊。房间是你宝宝专用的。嗯。真的。还没有看，我很少进房间。真的哦，他们讲，看爸爸都痛恨蚊子就好。哎呀，我那太低了，我试试。神经质，有点跟那个，跟那个爷爷很像。爷爷，我们去阿嬷家，去屏东的阿嬷家，只要被蚊子咬了，他就不让我们去阿嬷家了。就这样。嗯，他就唠叨了，说去那边了，所以那个去啊。以前屏东乡下的时候，我们全部人都不用蚊帐，只有我们家孩子用蚊帐。绝了，这样还可以，绝了。然后你看，刘婷又他们被蚊子咬，他都不敢。干嘛？跟打的哎、欸！我刚听的。他要个衰。平五。什么啊？哦，五八。带七啊，新平五，张家连衣。哎、欸，我没事摸二条线换啊。我听四条听好好的哎、欸，自己看。那个，我想说五条刚打、啊，那无多人打都听了，都听。那不然打二条没事情。摸到喽！进进进进进！
没完了。你要剪哪里？可以试有影，其实也无伤。第七，啊，你七万是打盘尔嘛？水啊！后代，后代，人知看面就知。哇！这个有可能会GG嘞。被那个味道呛到，被口水，味道没呛到，太兴奋了。我觉得我像公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？没有吧？没有啦。十八只啊？对，你像公。我为什么会像公？有可能你碰牌然后忘记打。不是，但是你杠。对。杠我有摸啊，我有。有可能你摸了，然后又杠，然后又那个。没关系，等下再回放。啊，我难怪我觉得你牌怪怪的，怎么看都不对劲。给开一支牌。安全呢？你安尼，这是安全。你安尼隔胶安全啊？对啊。对啊。你安尼隔胶啊，你家己一支牌加溜走，你就无会走崩啊。我要搁有迄支变的。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。我。应该差不多要听牌，为什么感觉牌怪怪的吗？你来，你放枪要干啥来？怪了，你是要怪啥？你就袂使对啊，这俗的啦，这是可以下去吗？俗俗啊，尔。三台你。哦，你敢算哦？冲啊！我放两千啊！我咧惊你上这第三千。太神！你为什么要回？东东。这是吗？东东。哇！你这样还摸得进来哦，好厉害、哦！都摸进来的。三浪客。对啊，那个三浪客。东东一台。